阿孙随着音乐尽情跳舞，一旁的阿公阿嬷也跟着热闹起来。为了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和乐，七堵区永安里特地举办祖父母节，里长陈君志把它称作祖孙节。应邀出席参加的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和永安里长陈君志一起跟着祖孙们扭腰摆臀快乐跳舞。他为什么要办祖孙节？最重要的目的哈，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促成我们社会的和谐啊，家庭和乐啊，然后给我们的阿公阿嬷哦，跟阿孙，或是跟我们的儿子哦，阿咱的囝，阿跟咱的媳妇，能够和谐的家庭和谐啊的一片。那借这个机会，我想在这几年当中啊，永安里应该是每年哦都有来举办哦。我希望啊，这个这么好的活动哦，希望我们也会延续下来，让我们阿公阿嬷带着他的儿子跟孙子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我想也让小朋友来体会到感恩的心啊，那让他长大也知道哦，这个对父母亲、对祖父母奶奶的尊重，我想这个包括我们的教导。非常棒的一个活动，除了开心跳舞，现场也请来专业老师教导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和孙子们一起学折气球，祖孙同乐，气氛热闹温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